遇见这个大善人，我真的会写。今天是高分的好日子呀，可可不两件个，可可不九件个，可可不三件个，四件个，十件个，五个给东北，九你不死，幺三件个，一五件个，幺二件个，这等可可不。就在这儿等着刷圈吧，去刷会儿短视频。我去，什么鬼呀、啊？又来了个古风的，还是个木乃伊，赶紧假装挂机，希望他是个活菩萨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这是遇到同行了呀！哎，不过他怎么一动不动的？小姐姐，你是挂机了吗？是挂机了，但没有完全挂。哦，看来是真挂机了。等会儿刷圈了，你不得毒死在这儿？你也会毒死的，所以你赶紧走了呗。哎，有了，哥哥，我带你一起走啊。完蛋，他是要和我同归于尽吗？把你顶下去吧，然后开车带你进圈。嘿嘿，顶不动的，我好歹二百来斤呢。算了，我自己跳下去。小姐姐，既然你掉线了，那我来保护你吧。嗯，哇，你可真是活雷锋呀！带我进圈，我把我73岁的表妹介绍给你。哦，太难了，开得快也不行，开得慢也不行。完了完了，来人了！小姐姐，你别动，我保护你。你放心，我不敢动。小卡拉米，都给我低调点。小姐姐。我先去舔个包啊，趁他去舔包赶紧坐车里。哥哥我又救你一命，可惜你全没看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一不小心见证了全部过程。你要是看到了，估计会立马求我做你男朋友吧。那倒不必。哎，你刚刚不是在车上站着的吗？完蛋，被发现了。假装挂机是吧？你快下来啊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都演了这么久，绝对不能动，这家伙看起来很好骗，只要我装死他就拿我没办法。我去，那这就没法呀，难道他连回来又挂机了？小伙子，我很喜欢你替我编的借口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带你进圈吧，就剩最后这个人了，你坐好啊，我去把他打了。哦，小姐姐，你还没上线啊？要不我善心大发给你让个街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自雷的话就不知道你名字了，不知道你名字就不能加你好友，那你岂不是错过了我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帅批？我去，你该不会……对不起了小姐姐，先把你变成我的 KD， 再和你说声对不起。那个我是我兄弟。